南昆山戴天福，这里的停车场也很大，完全不用怕没地方停的，真的。看，超级大。我要跟企鹅。快点，你要站，你要站跟他一样这样子哦。快点。为什么要跟企鹅？快点啦，去跟企鹅拍。你很适合。快点。快点，去跟企鹅拍。一次一百。企鹅。Back call, 你去当蝴蝶。Back call. 你坐啊。哇哦，好美的地方啊！金碧辉煌。天油香布、金香布，还可以点灯。结婚谢神拜天公，哇，这办理好多。这什么？可以捐呢？认捐。哇，这个，跑上去。这里很多那种贩卖机，然后就是有卖一些。招财啊，或是桃花啊之类的，像这个就是招财，好像皇宫哦，要保持肃静。哇，哇，好美哦。好了，尴尬，好壮观啊！真的觉得运气不好的时候，应该来庙里走走，内心会得到一片平静。这里也可以借发财金哦，去年满20岁，然后要带身份证跟驾照2择1。那第一次圣杯可申请600元，第二次的话就是500，然后下降，第三次300，第四次200，最后第五次是100。那如果都没有杯的话，就是不能借喽。那使用的方式在这边有写，这边很贴心。发财金存于银行存款，或是发财金用于做生意时的资金使用，或是发财金随身携带以利生财。那业务时间是早上7:30到下午4:30。这里。大强要来借发财金，我本来是想要借，可是我没有带身份证。要点香才能刮杯。这里可以买金子，拿着金子很虔诚的要来拜拜了，就拿那个吧，求财要来博杯。小杯，再一次，每次博杯都很紧张。圣杯500，500，耶，恭喜，走吧，赶快答谢一下。来预借发财金了，来躲他。好想借。你说，如果你通常借到的金额，你都是用来做什么？我有一个在投资的户头，我把它放进去。可恶！997。可恶！我有一个外币跟股票的账户。我也想要放在股票账户，怎么办？要先过炉哦。Go。好啊。去过炉了。然后我要去拍其他地方。这边很方便，厕所啊、茶水啊都有。呀，是拿个纸杯喝个水。有味，而且还有 seven， 所以我觉得这里真的是，其实不单纯只是来拜拜，你看那后面还有花园，而且这边很大，来遛老人、遛小孩都很适合，但是应该是不能遛宠物啦。许愿中，应该就是丢进去的话。就可以求不同的，最左边是事业有成、学业进步、找得良缘、招财进宝，然后到长命百岁，最重要的是十全富贵。哇哦，有来的人可以偷偷看哦。
现在要前进到它的贩售部摊贩区，可以的选择蛮多的，非常多选择。而且它除了贩售食物，它还有贩售一些小的纪念品。里面有 Seven 耶，然后有贩售部，这里真的很大。